嗨，大家好，这次来介绍欧若斯5，即家电竞品牌欧若斯里较为平价的电竞机款欧若斯5。处理器搭载第九代 i7-9750H， 显卡分别搭载 NVIDIA GTX 10503G 及 GTX 16504G 两种版本。16504G 是新一代的显卡，效能媲美上一代 GTX 1060的效能，价格大概会在35000到40000之间，是即将上市的新机。抢先开箱给各位瞧瞧。内容物有180瓦电源供应器、保护卡、电源线以及主机本体。代表着电竞信仰，加上简约的机壳线条来衬托背带。屏幕则采用 15.6 寸 LG 品牌144赫兹高刷新率 IPS 电竞屏幕，且用三边窄边框设计，让机身能够更迷你、更方便携带。我特别喜欢这种简约、不要太高调的设计。漆面部分则是可以看到内部用料的保证贴纸、英特尔处理器、GTX 显卡、IPS 屏幕等等。特别要强调的是，都采用三星品牌三星颗粒的记忆体，时脉为2666，高速又稳定。如果机器原身搭载 SSD， 则都会是用英特尔 760P 固态硬碟，读取速度最高可达每秒3200。键盘部分则是用三区域 RGB 背光，可随意切换颜色及模式。简单带过一下 I/O port 的部分，散热部分则是采用底部大面积进气，后方双出口排热设计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欢迎下方留言，会再安排测试影片分享。感谢各位，我们下次见。